朋友们，进来了吗 ？Hello。Hello， 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我先喝口水。口水。喝口水。喝口水。喝一口水。Hello， 妍妍，妍妍 ，Hello， 晚上好，妍妍。妍妍，好久不见。OK 吗？画面。OK 吗？两边看。我看一下。OK， 画面 OK 的，大家写上 OK 好不好？画面 OK 的话，大家写上 OK。OK， Good evening, Chef Ivan. Hello, Marcus Wong. Hello, Marcus Wong. Hello. Hey, like and share, like and share. Give me more, more 的爱心。默默的爱心。汤汤，晚上好。Hello， 突然开播的，突然开播。Surprise. OK， 给你们惊喜。来。希望是惊喜，不是惊吓。真的是惊喜了。OK， 来。今天有两道菜要教大家，来、okay? 我们今天跟你们分享两道菜分享两道菜啊、哦！进来朋友们，帮我们继续分享直播好不好？继续公开分享直播先，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开播了啊、哦！给你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里面是什么？进来了，晚上好 ，Hello， 梅珠，晚上好。来，梅珠，晚上好，进来了，好，大家都进来了吗 ？OK， 我们已经开始在整着那个。糯米饭，糯米可以开吗？可以啊，可以啊。哇哦，我们现在真的是糯米饭 ，OK， 糯米饭 ，OK， 哇，漂亮吗？漂亮的写，漂亮，粒粒晶莹剔透。今天跟你们分享这糯米啊，可以跟他们分享讲真吗 ？OK， 朋友们，糯米很多人做这糯米饭呢，他们都需要蒸隔夜，对不对？蒸隔夜，泡水泡隔夜。可是呢，我这种懒惰虫，我就不泡隔夜，因为为什么？我每次我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我明天要蒸糯米饭，可是明天睡醒一接电话来，我就要走掉了，所以我就不用那个方法。我怎样？我先准备一大锅的水，然后糯米洗干净过后，水煮滚了，直接倒下去。然后滚它一个三分钟，滚三五分钟，捞起来洗一洗清水，直接放下去蒸。那如果想要做那个什么 mango sticky 啊，就是泰国的芒果糯米饭的朋友们 ，OK， 你们可以蒸，大概15分钟就蒸熟了，10到15分钟。那你蒸到第10分钟的时候，你倒出来，加椰浆，加盐。mix 它 ，mix 好再放回进去，继续蒸，啊，这样蒸出来的糯米饭呢，就 very good。可是呢，有一些人说他们会用气压锅啦，会用电饭煲也可以，没有问题。只是用气压锅、电饭煲还比较难熟，气压锅一定熟。可是气压锅如果你放椰浆一起的话，它会臭油味。因为椰浆热过头，所以为什么我的这个椰浆会粉刺？你们看，哇，给你们晶莹剔透、粒粒分明的这个糯米饭、啊，哇，那个糯米味很香哦，那糯米味非常的香啊、哦，椰浆味 ，sorry， 哦，糯米，对，我已经吃现成的了啊、哦，所以我们每次吃的糯米饭就是这个味道哦。师傅讲给你的是椰浆的味道、哦，来，你们看。OK， 粒粒分明，真的很漂亮。粒粒分明 ，OK。冷却后更美哦。是。加冷了过后更美。所以我们要趁热的时候，是不是？再加椰浆吗？没有，我已经加了。我刚才蒸十分钟，然后我就加椰浆了。来，镜头过来这边。啊，因为这个糯米饭我之前我有教过了的啦，糯米饭我有教过，所以呢，这次我就不教了。来 ，Hello， 雨波，晚上好。雨波，晚上好。好久不见。我们看一下那个，记得每次蒸糯米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吃看看。嗯，好吃啊？没有，你要先吃看看有没有米心硬或者米心不熟的情况。看煮有没有透。对。嗯，可以吗？很透 ，OK， 真的很透，很漂亮 ，OK。粒粒分明，看一下。哇、wow ，
晶莹剔透。哇美，等一下，等一下，冷气要更美了哈。来。再放一点。OK， 因为今天他是主角，也不是主角，因为今天主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做人八无量。人八无量有压菜。娘惹的一个糕点。啊，话说，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就是中国南迁来到这边，我们这个马来西亚这边，然后就结合了当地的民族，然后一起生出来的孩子，男的叫爸爸，女的叫牛娘。OK， 他们是有点带马来风味的。OK， 可是他们是有吃猪肉的啦，爸爸牛娘。所以呢，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爸爸牛娘的其中一个糕点，叫人包无浪。我们福建好像是叫人包无浪的。对，人包无浪。OK， 讲好好啊。人包无浪。嗯，人包无浪啊。不是打趴无浪啊 ，OK， 人包无浪 ，OK 啊，来。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什么？很简单的，来，椰丝。椰丝。记得你们搅椰丝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要冒不带呢 ，OK， 要白，不要那个，有时常抠到那些它的棕色的皮也出来，不要。担心这个，他们以为你要做椰浆。啊，对。所以你要跟他讲要干净的。要干净的。干净，因为这个我们要炒来吃的，对，要干净的。OK， 然后，这个是一粒盐，一粒盐，然后这个是原西粉，原西粉，这边是三茶匙，蓝包无浪，对了，黄姜粉三茶匙，然后阿三糕一汤匙。阿三糕一汤匙，还有风干叶三叶而已。OK， 接下来就是万能酱了。OK， 接下来就是万能酱。万能酱。哇，万能酱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包装？新包装万能酱。新包装。OK， 新包装万能酱。OK， 接下来就是万能酱。OK， 食材就这些。OK， 食材就这些。简单吗？平时啊，我们做蓝包屋呢，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太多太多了。应该主要教 okay, 最少啊，这个桌子要满满。对，现在不需要，为什么？来，等一下跟你讲，因为有了新主意的万能酱。OK， 最重要还有就是香蕉叶，这香蕉叶我们有烤过啦，冰一冰它 ，OK， 冰的比较香啊。好嘞，镜头过来这边，那个糯米饭我们先放它冷先，干锅啊，这个锅要干，我们把这个椰丝。倒进去 ，OK， 椰子倒进去，然后下去炒。师傅改星期一直播了，奶奶问你。啊，没有啦，因为一个临时的直播。临时的直播，然后明天呢，薛百万这个在新主意啊，这个在新主意。明天我再薛百万 ，OK。OK， 来，晚上好，晚上好，亲爱的朋友。晚上好，朋友们。只要我们椰丝先放去干锅，椰丝放去先炒一炒，好不好？我们先把椰丝炒香啊 ，OK。炒香。然后记得炒椰丝的时候啊，锅一定要热。那如果是用白干锅的，或者不是用那种 non-stick 的啦，不是那种不粘锅 ，OK。如果不是用不粘锅的朋友，锅一定要烧到够热，你的椰丝下去它就马上出油，它才不会粘锅 ，OK？ 不然呢，你越炒越粘锅 ，OK？ 那今天师傅的喉咙有比较好，有啊，今天有比较好，所以今天可以开播。我发现我是喝了汽水就不能，喝了汽水，不懂是不是？我现在还在抓着我到底是对什么敏感。不是对甜呢，还是对那种 gas？ 哎，雷旭，师傅你出现啦！呀，那天，哎，雷旭讲，那天才介绍我吃那个什么，还没有去买。他孩子也是吃到很好。哦，哇，这椰丝炒一炒很香哦。那味道一直滚着出来，我告诉你，不是开玩笑，很香很香，很懂懂啊。味道真的很好，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啊。还有朋友们，这个是
我人生第一次包人包五蛋啊，料我就炒得多。人包五蛋第一次包，所以等下要笑的偷偷笑就好 ，OK， 不要笑太大声，他给我听到。OK， 来 ，Ashley 问你有看到他 WhatsApp 吗？他信息？有，那天跟你听到一半，然后我就跌到很下面了。我等下我再去看回。Hello Jenny Lai， 看了莹就跑过来哈，莹开黑卡大会哈。OK， 来，那个椰子我们继续炒，要炒多久呢？这椰子？这个椰子要炒到怎样？炒到它干。哦，炒干它。所以这个动作啊，有一点久了。OK， 这样我这边我就放这炒，我们镜头回来，我们来调它的酱汁。OK。OK， 调酱汁先。我们先调它的酱汁。Jenny， 要不要学煮啊 ，Jenny？ 哪一个 Jenny？Jenny 来，那个怡宝那个啊，对怡宝那个，你看 Jenny 我老公认识你啊，哎我老公，我也认识你啊、哦嗯，来万能酱，我们不要太多油 ，OK， 拿它的酱不要拿它的油 ，OK， 可是一点油无所谓，三、四汤匙半呢 ，OK， 这个多油多不要紧，给多不要紧的，好问题哦。那个椰丝要老还是要嫩的？椰丝要嫩是不是？嫩也可以，嫩的就更好吃。可是你可以找家里自己有种椰的噻，外面很难找到有嫩椰的。对，真的不是椰丝有分的哦，有一些比较嫩的，有一些比较老的。是的，是吗？是我每次去帮我妈绞椰子也是，我跟那个安哥讲说我们要做糕点的，他就。就知道没有选比较对对，你刚才要做糕点的，你刚才要做糕点，因为其实做糕点它就是挂比较外面，它没有挂到胎里面，所以它没有这样老。哦，明白，哎、明白 ，OK， 明白。我以为这么那个爷。哎，律师一讲说他要直接去什么？哎，直接去买给你哦。啊，不要，买给你寄养给你哦。不要。不用这样客气，来，不行，来我们，所以现在比较忙呢，为什么？因为我要两边顾嘛，不然呢这边超忙。嗯。OK， 然后镜头也比较忙，所以你们要忍一忍啊。好，来镜头又回来这边，来四汤匙半的这个万能酱，然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芫荽粉倒进去，黄姜粉倒进去 ，OK。黄姜粉这些倒进去 ，OK， 然后这个倒进去，阿三哥，全部，沙都咖喱汉达马索，然后我们就跟它 mix 起来。伊琳，你多久没有煮饭了？所以六角酱。好呀，厨神，我们有那个火锅，哎，火锅还没有开始用哎，火炉还没开始用。他心急怒火嘞！哦，心急怒火！急是情色。要不要邀请我们？要不要邀请我们？依琳，要不要叫我们去？OK， 师傅好久没开播了，今天做什么呀？蓝包乌当。蓝包乌当啊！蓝包乌当 ，OK。真的 ，Jenny 那个椰丝很香哦，要炒一炒那椰丝。是炒的，来，这个先跟他叫 mix mix 啊，金明。OK。这我讲话好像福州人。超香的椰子，炒到很香。这椰子啊，感觉有点像我们在做那个椰糖的那个味道，真的。对，万能酱是我们家的酱 ，OK 啊，我们师傅特调的酱 ，OK， 我们讲一下教你们怎么样用，超好用的。这个酱啊，我是这个包装印不完了、啊，如果印的话，里面最少有十多个 QR code。然后啊、哦。如果你们不会用啦，你们可以 scan 这边，有三个 QR code 不同的菜，然后而且还放不完哦。这个可以万能酱可以做的菜色还放不完进去，还有很多很多。你们多关注我们的直播，还可以教你们很多很多万能酱可以做的料理，超多的。OK， 非常非常的多。来，朋友们，所以呢，这边我们就这样子弄了，先备用。然后对，还有一样东西我们要先试味道，为什么？因为怕它不够咸，真的不够咸。真的不够咸啊，加。要。OK。等一下我们才加。哎，林旭讲说，如果你不要好买的话，你要自己记得买。啊，
我一定记得买了。等一下找你。OK。等一下找你啊，林心。然后。等我找你。我跟你讲。帮我拿鱼露，放一些鱼露，要掺鱼露，因为为什么？如果它不够咸的话，不好吃。这个料一定要够咸。哦、OK。明白。啊，来朋友们，看一下这边，那也是要炒到这个程度。OK。有没有刚才白白的？现在它开始收干水了，开始黄黄了。啊，炒到它全部变黄就对了。哎、要降大火来炒的。啊？要降大火来炒。动作要快，姿势要帅，火大就 OK。那如果动作不够快的话，这样就要小火一点。可是我相信，普通家里的火都是要开到完的啦，因为不够大嘛。难道我们？我能教等一下，我教你们怎么样下单哈。那个灯光不够亮，这边是我订了那个灯，直播灯还没有到，直播灯还没有到。这样哦，全部人在问讲卖了，万能酱，再叫你们。哎呀，万能酱，等一下先 ，OK。教你们，先教你们师傅先给你们教你们怎么样用，先才卖。对，等一下你们买回去啊，不会用怎么办？是。哦，还有啊，朋友们，今天呢，也是要让你们知道这个万能酱。不可以这万能酱今天这一波是给你们优惠的，抓干僵尸。 OK， 不可以买几块，很多块，几百块，不可以买。来，我手大了，去，这白色是椰丝哈，刚将进来、okay. 我们修燕是椰丝，修燕里面的是白色的，是椰丝，这样巧克力色的嘞是什么椰糖吗？没有，它是炒好的椰丝。炒好了的椰丝。这锅里面的都是椰丝，只是它炒了，陆陆续续我们要把它全部变成金黄色。OK， 我们要把它变金黄色。这个万能酱啊，我们通常可以煮什么来炒饭、炒 spaghetti 啦、干面哈啦，做这个人包无量啦，味道出来都不一样。做那个什么，那什么孙饭啊？哎，那个刚才我金加肉，金加肉笋饭啊，有没有人喜欢吃金加肉笋饭的朋友们？是什么的？那个刚才吃的那个眼眉三白的。哦。啊，用这个万能酱来塞也是一流。真的。啊。简妮，你要叫我怨你，还是叫我老公怨你哦？哈，简妮 ，OK， 这个红色锅好用吗？啊，可以先问你。非常的好用，可是绝版了，没有货了，他们现在出新的了。173 Jacqueline 问你哦，如果不够帅的话啦，火还要开再大吗？ OK， 总之不够帅的话火就不要太大了，因为你的姿势不够快，所以才不够帅。嗯，那、okay. 如果再开大的话就全部都超大了了哈。啊，来，所以买了酱料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进群，买了酱料的朋友们可以进群，群里面有很多这个酱料的食谱，要买这个。 OK，来，进来的朋友记得把我直播分享出去，OK， 把它分享出去，让人家知道原来人包无量是这样容易做的，是，真的很容易做。我告诉你，是不需要准备了一大堆的材料，从早上忙到晚上。我跟你讲真的啊，只要有这个万能酱，一下子搞定。是，跟着师傅的这个食谱。这个人参碧螺不好吃，真的来敲我的头。敲他头。这个很好吃。你们 screenshot 记得这个人 ，OK， 如果你们跟着他的食谱。学跟着师傅做不好吃的话，你们快点去骂他。真的，因为他这个啊真的很好吃。好、哦，还有朋友们，记得炒了过后啊，它开始变色的时候啊，要关火的，要关火。为什么？因为它一开始变色，它会变得很快，所以等一下会变苦。所以啊，你们一看到它的，你看有没有看到？刚才上面还是很多白白的，对，我一翻下面这些黑到完，你看来，我刚刚才翻爆完，我再翻多一轮，真的，所以记得到最后的时候，白白的时候，你可以火开大。那如果开到它开始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开始跟它关小，关掉。OK， 好像我这样子，我关掉我的锅热了，关掉。OK， 啊 ，OK。然后这样就好了。好了，炒到这样子的黄金色就好了。OK。记得哈，不要炒到黑色哈，炒到全部黄金色。然后你不要这样子，
放这了，然后走掉，你知道吗？它下面会超大的，你们记得。下面会超大的。OK， 你们记得要翻炒它，不要讲说那个锅热热哈，你们就要放这走掉，等下下面全部都是黑黑啊、哦。是。你买完这个呗。你看啦、啊，我刚刚才这样放这龙帮一下子，来，我给你们看一下，我这样放这我已经关火了的。OK， 这个我一定要给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啊，很多人会到最后，你看。你们看到它颜色马上不一样了，马上不一样，所以我们马上离锅。所以炒好了过后，你们一定要拿上来，不要在锅里面了，等下超大料啊、哦！来，我们把它放进这个，我们放进这个粥锅里面，我们要把它搅碎它。OK， 非常非常的 good 这个。我跟你讲，闻到它的味道，我都没。超香的，它味道，椰丝的味道，好像我们吃那个椰饼有没有？很像椰饼的味道。现在刚才在炒的时候，很像椰糖的味道。然后炒好了过后，现在哈有一点带焦糖的颜色这样子哈，就很像我们每次吃的那椰饼啊，那个圆圆硬硬的那椰饼的味道。这个东西嘛都可以下单。OK， 那教你们怎么样吃的好不好？来，朋友们，加壳。随时的电话声音，来。啊，那两次都没有收到通知啊！那你重新关注，在这直播那边三个点直接按，打开所有通知。这是万能酱，这是师傅特调的酱料。OK， 特调酱料可以煮很多很多。为什么会叫万能酱？因为它可以煮太多东西了。因为它真的是有万能。万能作用 ，OK， 万能作用不是你们买那个多多万能，不是啊，这个是。它是百分万能啊，不是多多万能。它是万用，可以讲说它是万用酱来的。OK， 这样子一罐 ，OK， 这样一罐啊 ，OK， 450 gram， OK， 一罐啊，师傅在教着你们怎么样用。然后我再。然后那个罐上面有 QR code 啦，你们可以自己用啊，好，来。然后讲说这个鸡，他昨天也看到，还在想要不要买，这值得买吗？这个鸡？不值得。不值得买。因为太利了，我那天一买来一开箱，我就给他割到了。很恐怖的鸡，可是可以买它，可以买，很利。只不过跟你们表达是这个鸡很利，很利。如果你们看要注意，看到这个鸡你们想买的话，你们可以买。可是你们要注意你们的手啊，注意你们手。他会给你们一个这个的，然后啊，记得。因为我那天不知道它这样利，我这样拿掉，然后这个我就丢掉了。它有两把刀，给我们两把都是一样的刀。然后结果就给我洗嘛，因为买来新的洗，一洗哦我就割刀，所以我马上因为这个丢掉了，我剩下的我给它拉回去。他们一直在。来想知道怎么下单啊，直接给你们知道怎么下单。来直接下单。因为很多朋友们，他们现在很紧张，要怎么样下单？来，怎样下单 ？OK， 你们要万能酱的话呢，一罐呢是25块 ，OK。现在这场直播呢是25块 ，OK。下一场直播我们要起价了，就是讲说下一轮我们要起价，这个25块是最后一波了，最后一轮的这个价钱。这个礼拜下单的都拿到这个旧价，下个礼拜的都会。去到另外一个价格，就是会起价了，会起价，会起价。Okay, 然后要下单的朋友们呢，要上万能酱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打上 M25 加你们要数量 ，OK，M25 加上你们要数量，一罐是25块啦 ，OK。然后我们好继续教你们那个菜色，这个是第一个，今天第一个教你们的，这个是兰包乌当，这个万能酱怎么样用 ？OK， 怎么用做那个兰包乌当 ？OK， 要的朋友们，你们打上 M25 加你们要数量啊，我先给你们来下单的朋友们先。我们继续来直播。还要的自己打上关键字。对 ，OK， 要的朋友们，你们自己打上关键字、啊。我刚刚加了2汤匙半的那个椰浆，不，鱼露，2汤匙半的鱼露，再加了3茶匙的砂糖，白糖 ，OK， 白糖，然后搅拌均匀。然后我们就倒进全码可以下单 ，OK， 全码哦，25块没有，新加坡都可以，没有包邮哈，全码包括新加坡可以下单，就你西马邮费10块钱而已，对，东马的话就照公斤计算，对，卷你还可以拿去炒饭啊，卷你啊，炒饭一流哦，卷你你可以如果懒惰煮的话，不要煮到那么干扣的东西，你可以拿去炒饭，还可以做 spaghetti， 对
煮 spaghetti， 来去炒饭。来，我们就是这样子。OK， 辣椒跟椰丝放下去搅先。哇，那个味道！新加坡也是一罐25块，只是那个运费的话要啊、另外算，助理会给你知道那个运费多少。你们可以先下单，然后问助理运费的哈。哇，各位朋友们，这味道。万能酱可以炒粉吗？可以。可以炒粉哎。万能酱拿来炒米粉一流。万能酱拿来，你们吃清汤面舀一汤匙万能酱倒下去，我告诉你。Very good. Very good. 真的 very good. 来，朋友们，好了不？好了，炒好了。你看。万能粉有开到吗？有啊，等一下万能粉要下单，可以在这边下单，只要给你扣啊。开始啊。OK。这样我们这边就已经好了，然后哦要试味道 ，sorry， 一直忘记试味道。Oh my god， 完美！吓到我，我以为什么事情，哦，也是很好吃啊。你试看它的料。这个炒饭我跟你讲，Jenny很多人麦飞炫的粉丝都是用来炒饭的，他们讲很懒惰煮的时候拿来炒饭，一流孩子都喜欢吃。哇，我告诉你。这个绝对比你外面买的还要好吃，为什么？因为它够味。哇！啊，来，叫你们包。好的。来，叫你们包。来。我先洗手，不然讲我没有洗手。太久没有人讲我没有洗手。OK， 来啊。来，朋友们，那我们就把这个糯米饭放在香蕉叶上面。OK， 来。OK。这糯米饭我给300克呢，这个分量我给300克。一罐可以收多久？9个月。如果没有开封的话，可以收9个月。是。开封了，你们一定要放冰箱哦。放冰箱，因为我们没有放防腐剂。然后舀的汤匙一定要是干的。舀的汤匙一定要是干的哈。来，不要笑我啊，朋友们。来，你看，如果外面自己去买啊，怎样？怎么可能会给你这样多的料？对。会辣吗？微辣。啊，不辣不辣不辣。一条辣椒。少半条罢了。微辣。嗯，微辣罢了。OK， 这样的是不是？嗯。上面可以铺多一点点那个米啊。这样嘛，没有料咯。我要给他多多料。我要给他多多料，感觉。我老婆她喜欢吃饭了，给他饭了。我想吃饭的，我不想料太多的。我喜欢料多多，她要喜欢。喜欢料多的写喜欢料多，喜欢饭多的写喜欢饭多，看有谁跟我一样。我是喜欢饭多的哦。哇，米莫你来去炒粿条啊，这样厉害啊，这万能酱，炒粿条很厉害。米莫要啊？米莫啊，对，他讲来炒粿条。哇，来朋友们你看，很大肉哇、哦。这个几大肉你看。我喜欢大肉的，对哦。哇，这个很像包寿司这样啊。很大了 ，OK。万能酱的话呢，不开封的话可以收9个月。如果开封了过后呢，你们可以放在冰箱。是，建议你们买多一点，因为下一轮就真的价格就调了，不是下一轮，下个星期。因为价格真的起到很够力。他们喜欢料多多。对，喜欢料多的就是。可以收冰冻，可以收冰冻。可以收冷冻，收2年都没有关系。OK， stapler 是吗？啊，对，要 stapler。全部嫌料多多，只有我一个人嫌饭多多罢了。对，你跟阿英一样。来，这个我们放旁边。助理帮我拿 stapler 一下。来。料多。全部讲嫌料多。是吗？这个好吃，可是师傅你包的很大条，真的呢，那很大肉哎，它的。哎，我不讲师傅很大肉啊，我讲这个很大肉。那娜，这种就是要吃大肉的，你咬下去才有那种感觉，不然没有感觉呢。娜，哎呀，你不会的呢。这个很大肉哦。没有啦，不会很大肉啦，因为我剪了它瘦掉了，它是长，你看它没有，它老实讲没有很大肉，它是长罢了。放冰箱可以放多久？常温啊，这个冰箱下面。啊，冰箱上面可以耐多久啊？只要你每次舀的时候，那个汤匙不碰到水，1年没有问题，1年没有问题。
只要你们在舀的时候汤匙不要碰到水，你们就可以耐很久了。是，如果放冰啊、上面冰箱上面的话，可以耐两年都没有问题。是 ，OK， Grace 蛋你要下单二十，应该是写，等下你的 code 写错了 ，Grace 蛋 ，Grace 蛋，我要万能粉加六，冲一片，冲一片万能粉是吗？等下帮我。如果是要万能酱的话，打 M25 加你们要的数量。哇，米肖林直接 M25 加四，谢谢你。OK， 来，要万能酱朋友们，你们打 M25 加你们要数量，记得打 M25 啊。OK， 然后万能炸粉哈、哦，刚才那个冲一片啊 ，G15。OK， 万能粉是 G15 加你要的数量。OK，G15啊，万能粉是 G15。助理帮我编在下面所有的 code 啊。OK，G15啊，万能粉是 G15。OK， 来我们继续直播。来我们继续，然后记得朋友们，这个啊，如果你的阿三锅是阿三锅，你慢慢放了才是 OK。可是刚才的那个量是 OK 的，因为我怕到你们阿三锅啊放太多啊，它变酸去，它这个是不可以吃到酸的 ，OK， 不可以吃到酸。你看我料多到啊，它一直逼出来。太多了那个料哈。太多啊。可是 ，OK， 哎呀，这种叫卖破也就掉。哇，你们真的是四罐带走了，太厉害了！四罐带走。来。Grace Dan， 你的地址不要写上来。等一下去勒索你啊！对 ，Grace Dan， 你不要写地址上来，助理会找你 ，Grace Dan。你找助理去购物车那边结账。对。然后你找助理，你不会的话，你找助理帮你。OK， 你不要打你的地址上来哦，危险哦。Yes， Dan， 我帮你删除掉先拿你这个评论啊。来，删除一下助理。我删了。我删了。嗯。来，我们先帮删掉，剩下的我等下我再自己包。OK。好，所以我们要去冰啊。这个我等下拿去冰了，我现在要冰哦，没拿很了看了。OK。所以我们先绑三条先给你们看先，然后冰一冰先。哇，娜娜，这个你帮我们写食谱啊，娜娜。哇，娜娜，谢谢你。娜娜，我知道你不舒服啊，还要帮我们写食谱。还有什么可以加的？等一下，我给你们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加完，我们今天菜还没有加完，肚子饿了。留手到最后。OK， 来，万能酱是这样子的。这是师傅自己特调的酱料，非常非常的万用。OK， 为什么会叫万能酱？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万用，煮什么都可以。还有很多要教你们的、啊，这边还有 QR code 这边就已经有几道菜要可以教你们怎么样用这罐酱好的。OK， 然后师傅有平时直播一直有用到的这万能酱。然后呢，你们还可以用这万能酱呢来，哎呦，你看那个料。料太多、哦，要包紧一点哦。没有啊，当然因为我们没有开的嘛。OK。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包的，跟外面的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就在这边喽。我们自己包的酱料真是太多哦。我们放的料啊是杠杠的，为什么？这个、啊、自己包啊，这个先不算工钱了、啊，单单料都要快多钱了喽。是，娜娜讲师傅不可以吃，那我们给他吃一条啦。啊，拜托了！那我们给他吃一条。我包了这样子，我第一次包狼包乌兰，然后你不要给我吃自己包的狼包乌兰。OK， 那叫我老婆包给我吃。啊，好，师傅那个米要锁它，然后破中间像海参一样，然后放料在中间。对，我摊开它了吗？我刚刚那两条就没有摊，这个我就摊开它。啊，这样子哦，来，然后爱碎耶哦，真的是很大条哦。可是不要切，好像跟米一样。是，不要切。OK， 好。对，万能酱以前是包装，现在是罐了，是不是包装不一样罢了 ？OK， 里面料全不一样的哈。是，因为有很多粉丝讲说包装很不方便，很难收。罐的话比较容易。是，所以我们就做罐哦。因为罐也刚刚到而已，对，一到我就马上弄给你们了。大姐要留两条给他。对，大姐。大姐，
我别看直播自己做的。等到你回来啊，那个蓝包乌狼啊，已经剩下乌狼。剩下乌狼 ，OK， 来，啊、邮费自己加对吗？因为另没有加上去邮费，对对对，没错。来，等一下可能你加到后面的时候就不用给邮费了。你叫他自己包，他直接给你生气点。好，来朋友们，这边三条我们直接拿来冰掉它了。OK， 来直接冰掉，三条先冰啊，因为等一下包了雷很久了 ，OK， 包了很久了。很大落哦，真的是啊。哦，如果你们家里有电陶炉的朋友们，来再跟你们分享，包了是不是？可是你们不要包到像我这样大落啊，你们包半条就好这样子的 ，OK？ 如果家里有电陶炉的朋友，你们可以直接放在电陶炉上面，不是电磁炉，电陶炉放在上面冰 ，OK？那如果家里有空气炸锅的朋友，直接放在空气炸锅。这样空气炸锅你们怎样做？先这个上面先刷一层油，才放上去。上下啊，不，没有上下火，上火180度，不是，空气炸锅，总之开到最大啦，180度的，我没有记错，180度直接开5分钟，它就可以吃好的。如果你们是用那个空气炸锅 ，OK， 那我们是这样子哦。昨天你家水洗是 Alice， 我哥哥结婚 ，OK， 来，我们去冰他先哈。对。要冰到超大超大这样子。是。要冰到超大。所以我们在冰的过程需要点时间是吧？是。这样我们做别的东西行不好？OK， 来，接下来我们反正就先放它去冰。下一道菜，知道这是什么吗？有没有很眼熟啊，朋友们？天贝，那天我们有教煮的天贝，今天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来教大家，不用打辣椒。那天还要打辣椒，打辣很辛苦，对不对 ？OK， 还要慢慢然后今天从头洗出来。助理多少钱？免邮助理。助理，来下。多少钱免邮？多少钱免邮？200。哦，200块免邮。OK， 200块免邮啊，米莎，200块免邮啊。C 码200免邮。OK， 来。OK， 来啊，天贝啊。OK， 今天教你们煮天贝。这个。有人有吃过吗？你们吃过吗？这东西甜贝，你们吃过吗？吃过吗？哎，那个甜贝的那个还没有切的有吗？有啊，来给我们看一下。不是说不可以用钉子钉食物吗？政府不批准。啊？政府不批准，我又不是政府。因为有人不小心吃下去，哦，你自己吃吗？我们又没有卖，我们没有卖这个燃包乌当，我们自己吃，自己在家里吃 ，OK 啊，自己小心那个钉子咯。如果你们要拿去卖的话，就不要用钉子，用竹签 ，OK。用竹签 ，OK。如果你们要拿去卖的话呢，你们需要拿去卖的话，你们用竹签 ，OK。因为这自己吃嘛，所以我们要快，要快啊，要快，所以我们用钉子 ，OK。我们会小心啦，前面钉一个，后面钉一个。要吃的时候，我们只要有两个钉子的，两个钉子拿掉罢了。是 ，OK。还有什么可以加的吗？ Okay. 可以叫助理后台信息我吗？谢谢。Trapping 可以，来。来。等一下，我们镜头来这边 ，OK， 来。我们来炸甜贝。我跟你讲，朋友们，这甜贝营养价值非常高。马来文叫做 tempe， 你们去到那些巴萨啊，或者是那种马来杂货店啊、印度杂货店都会有。那它为什么叫 tempe 呢？因为它是上天的宝贝，上天恩赐的宝贝。OK， 要等油热，油一定要180度，这个是不够热啊，朋友们。哦，阿内，你有买一包是吧？一包1块钱包，还放在冰箱。阿内，是可以煮掉它了，明天。OK， 明天可以煮掉它了。OK， 来，我们可以下去炸了。洗完了。
OK， 那天贝呢，我们来切片。OK， 切片了过后呢，我们炸一下。Hello， ABC， Hello， 好久不见。我 ABC 真的很久。OK， 来，天贝我们炸一炸就可以了。谢谢娜娜，对，然后等下把我们写那做法用竹签。来，我们炸一炸先。这个天贝啊，记得要给它有一定的火候啊，不然它炸了它不会脆的。OK， 按肩膀炸的本身就对了。Hello， Kenny， 晚上好 ，Kenny 全一，好久不见啊！大家好久不见了，真的好久。好久不见。东干东西，他太黑。可是好，其他酱料介绍你们的。还有，来，今天除了有我们的那个万能酱，还有我们的那个咖喱酱。还有咖喱酱，等下有咖喱酱介绍你们。OK， 也是万用咖喱酱来的，这个万用咖喱酱。那个咖喱酱煮山猪肉，煮那个羊肉，煮鱼都很好吃。OK，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牛肉酱 ，OK， 还有我们牛肉酱介绍你们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拉萨酱 ，OK， 来，朋友们，我们的那个万能酱，天贝炸好了，万能酱直接给它挖进去，挖两块石斑，天贝倒进去。对，关火，好，搞定，完成，就这样简单，这样轻松 ，OK， 就这样简单，这样轻松，一道菜出来了。来，有没有很快？来，给大家看一下，煮好了，万能酱炒天贝。它这个最难在哪里？最难就是炸。你只要一炸好，第二层就好了。来，朋友们，天贝，太香了，那个味道。够力。OK， 来，万能酱炒天贝就这样完成了，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有没有简单，朋友们？对，非常的简单。简单那些简单。来，哥告诉我们还可以煮什么万能酱？来，万能酱可以煮什么？可以煮蓝白乌龙啊，煮天贝啦，煮四大天王，煮干喵侠，煮 spaghetti 炒饭啊，然后还可以炒什么？炒臭豆，炒马铃薯，猪肉，还可以炒什么？那张纸呢？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超多的。还有什么？来。你的 note 你自己看一下。来，干香虾，万能酱炒天贝啦，意大利面，还有可以煮什么？煮椒碗面，朋友们。椒碗面。还有三白鲨鱼啦，三白鲨鱼就是那个金加瑞松饭炒饭啦，意大利面啦，还有很多。万能酱太好用了。来，要万能酱朋友们下单的话呢，打上 M25 加上你们要数量 ，OK？ M25 加上你们要数量，万能酱 ，OK？ 万能酱再来，我们有。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咖喱酱。咖喱酱多少钱？也是25块。这咖喱酱可以煮什么？来，不会用咖喱酱的不用担心，后面有 QR code， 你 QR code scan， 马上带你去到教学的视频。咖喱酱、咖喱鱼、咖喱虾、咖喱山猪肉、咖喱羊肉，还有你们可以找助理拿食谱。咖喱山猪肉、咖喱羊、咖喱炒猪肉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对，跟咖喱鱼的味道也不一样。对，如果你们买了过后，你们要吃补的话，可以跟助理拿。OK， 来，咖喱酱的这个款呢是 K25， OK， 一罐25块哈。今天这个价钱是最后的价钱了的哈，我们要起价了。OK， 价钱要有做调整了。OK， 价钱有做调整了哈，所以你们下次买的话呢，就可能不是这个价钱了。OK， 东西起到太恐怖了。真的，东西全部都样样都起起了，太恐怖了。OK， 咖喱酱的是 K25，OK， 咖喱酱啊。K25 加上你们要的数量，购买我们酱料的时候呢，我们的酱料的瓶子这边呢，你们看到吗？我们有这个 QR code， OK， 我们有这个 QR code， 你们 scan 了这个 QR code 过后呢，就有一些 video 教你们了的， OK， 有一些 video 教你们怎么样用这个咖喱酱，然后我们也是附上一张小食谱是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
不是那个啊，万能家有罐子哦，罐子那边有 OK， 罐子这边啊，师傅就在罐子这边，这个 QR code 这边 OK， 咖喱酱很好吃哦，这咖喱酱呢，只要有关于到咖喱的这两个字在前面的，通通都可以煮，包括你们喜欢吃的那种啊。鸭煲咖喱鱼头啊，这些全部都可以。咖喱菜呀、啊，对，咖喱菜、鸭煲咖喱鱼头真的很一流。OK， 真的一流嘛。咖喱酱跟万能酱的话呢，可以煮一个料理的。OK， 咖喱酱加万能酱。这个加这个咖喱酱跟万能酱加起来，可以变成什么呢？变成印尼酱。印尼酱煮印尼虾好料。啊，煮印尼虾。煮虾，拿去煮虾好料哦。到我的 page 那边，你 search。我教过这印尼虾，我也非常好吃。对 ，OK， 用、咖喱酱加万能酱 mix 起来，它就是印尼虾的那个味道，印尼酱了。啊、OK， 你每次去餐馆吃的那种印尼虾，酒楼才吃得到的这印尼虾。OK， 酒楼的味道哈。OK， 来牛轧酱，刚刚有人问牛轧酱 ，OK， 这个是牛轧酱，我们的牛轧酱。OK， 这牛轧酱我吃过，朋友们，你们打好吃上来，好吃的话打好吃。来，牛轧酱吃过的朋友们。帮我打上来。OK， 牛轧酱的话呢是 N20。OK， 牛轧酱是 N20， 要朋友们打上 N20 加你们要的数量。OK， N20 啊是牛轧酱。牛轧酱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牛轧酱蒸鱼一流哦。OK， 牛轧酱做什么来讲一下？来，牛轧酱你可以做什么？做铁板三鲜，做牛轧蒸鱼，鱼煎了。煎到热热的时候，牛轧酱煮滚直接淋上去，还可以煮什么？牛轧酱来煮黄梨，我告诉你，一定是你没有吃过的。牛轧酱直接切黄梨，黄梨蒸熟了，牛轧酱淋上去，哇，非常非常的好吃。OK， 创业拼那个咖喱酱怎么样？用这边有一个 QR code 了的。OK， 有一个 QR code 啦，你 scan 这个 QR code 有 video。OK， 有 video 教你啊，要加什么不加什么，这边有一个 video 教你。OK， scan 了，有几个 video 煮不同的东西。OK， 有一个在那个这 QR code 里面 scan 就有了。OK， scan 就有啊。明天才煮印尼虾，我那天才煮印尼虾 ，Queenie。OK， 来，我们这个蓝包乌冬做好了。你们看一下这个蓝包乌冬。哇哦，来，是不是很看一下？那个料很大条。哇、wow, ，这就是用我们的万能酱做的里面的馅料 ，OK， 里面馅料就是我们万能酱掺椰丝 ，OK， 加椰丝炒一炒啊，来，非常非常的简单而已。有了这个万能酱呢，你们做什么呢都非常的简单，不用自己去 mix 那些酱料啊这些啊，打辣椒啊，这样麻烦了。好、OK， 来，来，我们造粉那哈，来造粉还有，好了，沙酱。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拉沙酱。那因为拉沙酱的那个包装还没有到，我们暂时用回旧包装。它是这样子的，拉沙酱20块而已，20块之后也是会调整那个价格，下个星期开始会调整价格。OK。OK， 拉沙酱120，还要的朋友们打上 L20 加你们要数量。OK， L20加上你们要数量哈。拉沙酱这是拉沙酱，拉沙酱可以做什么呢？来，拉沙酱。蒸鱼淋拉沙酱叫拉沙蒸鱼，哦，这个拉沙、哦、不是 KL 人讲的那拉沙，我们这个叫做阿萨拉沙酱，甚至你要吃阿萨拉沙的时候，家里只要有沙丁鱼或者甘蒙鱼，你放下去水煮滚一滚啊，滚到味道出来了过后，没错，这个倒下去，没错，然后滚一滚它，然后放洋葱跟蒂芬，然后放一点米粉下去，阿萨拉沙米粉。对，就这样出来5分钟搞定。对啊，要教学视频我也有 ，OK 可以找助理拿啊，可以拿的。然后蒸鱼淋上去，煎鱼淋上去，又或者是铁板鱼用这个阿萨酱，还有家里 BBQ， 家里 BBQ 哦，你们如果家里 BBQ 啦，或者是烧鱼啦，都可以用我们酱料吃的一流。我跟你讲，用这个阿萨拉沙酱和这个拉沙酱，你们锡箔纸开了过后，把鱼放下去。把这个拉沙酱倒下去，包起来一起下去蒸啊，先烧好过后，你们起来放洋葱跟放低温，放洋葱放低温就很好吃，对， okay, 太好吃了。那个娘惹酱也是一样，我告诉你，前所未有的好吃，真的。你们可以 try 看，有买的朋友们，你们可以 try 看，没有买的你们可以买来 try 看啊。OK， 来，看我们的万能炸粉，哎，很多人问万能炸粉，这个万能炸粉我们卖到包了， okay, 也是我们的爆品，这多少钱？15块。15块，然后我们也是
这个礼拜哦也会调整那个价格，多少？600g 而已，600g 而已 ，OK？ OK， 600g 这个薯块包含要万能炸粉的话呢，打上 G15 加你们要数量 ，OK？ G15 加上你们要数量，记得啊，是 G15 啊，这是万能炸粉。啊，万能炸粉 ，G15 加上你要。我们有附送 recipe 哈、啊。这个有 recipe， 这个有 recipe， 因为那个 QR code 没有，我来不及印上去。OK， 我们有那个 recipe 哈，这个想要炸什么就炸什么，炸虾球、炸鱼、炸肉、炸虾、炸空气都可以，炸空心菜、炸金针菇。橘香橙酱还有吗？有橘香橙酱的柜有开到吗？橘香橙酱也有的 ，OK。橘香橙酱是什么柜？这里写上来那个柜。来，我们找看一看那橘香橙酱的柜，我叫开起来。橘香橙酱18块。橘香橙酱18块，很多人喜欢这橘香橙酱，超多人爱耶。这橘香橙酱我跟你讲，那天我们没有拿出来要买过，朋友们你们可以直接打上来 G18、OK， 橘香橙酱 Vivian 是这个橘香橙酱，他们多数来做什么？做沙拉酱，做拌酱、佐酱 G18、OK， 加你们要数量橘香橙酱、那些我们的那种点那种烧鸭啊、烧鸡啊，我告诉你越吃越爱，越吃越好吃。对，来，万能炸粉的扣是 G15 加你们要数量哈 ，G15 啊 ，OK， 来，拉萨酱的话呢是 L20， OK， 拉萨酱的话呢是 L20 的，西马运费的话是10块钱而已哈。来，咖喱酱的话呢是 K25 加你们要数量哈 ，K25， 再来呢，万能酱的话呢是 M25， OK， 万能酱是 M25 哈，万用酱我们的万用酱 ，OK， 用药酱的话呢是 N20 哈，用药酱。OK， 好。也要拿高一点。这边，看不到哎。那啊，这样子。OK， 啊，来。来。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来，还有什么东西 ？OK， 如果你们要4个酱料一整套啦 ，OK， 如果你们要4个酱料一整套的话是90块的 ，OK， 4个酱料4罐酱料 ，OK， 4罐酱料啊，4个酱料。1、2、3、4 ，OK。然后这四个酱料90块 ，OK， 四个酱料呢是90块的哈，要四个酱料打上 P90， OK， 打上 P90 哈，四个酱料一起买的话呢就是 P90 啊，这个 code， OK， 就不用打一个一个开始，一个一个打，就直接打 G90， 就是四个酱料了 ，OK， 好，来。来要的自己打上来啊 ，P90 加上你要的数量，然后我们的那些。即食料理包，要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全部来一下。你们也可以拿点盒子拿来。即食料理包，你们也可以自己加。酱料改成了平罐，是否可以进新加坡？可以、啊。可以。没有问题。OK， 没有问题哈。OK， 来东坡肉。来东坡肉。等一下哈，今天只卖酱吗？哦，你们要买其他东西。有利润。OK， 来有没有？等一下哈，我们的。我们要叫助理拿过来。对。来。好。你们要方便不喜欢煮的朋友们呢来了 ，OK， 来要方便啊，又不喜欢煮的朋友们呢、啊，弄热啊就可以吃啊，冰箱都不用放的啊 ，OK， 就是这些了 ，OK， 纸浆呀 ，OK， 纸浆要多少钱啊？来，纸浆要25。OK， 纸浆要25块啊，一盒25块，350g 的 ，OK， 2到3个人吃。这个呢，纸浆药的库是 C25 啊 ，C25 打上你们要数量，这是纸浆药 ，OK， C25 打上你们要的数量哈 ，C25， 然后呢？来东坡肉。东坡肉 ，OK， 东坡肉的话呢是30块一盒，要朋友们打上 A30 加你们要的数量 ，OK， 东坡肉 A30 加上你们要数量，这些你们都不陌生啊，好，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打上要怎么样煮啊，还是怎么样？你们可以打上来 ，OK。东坡肉是 A30 哈 ，A30 要的朋友们打上来，再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香辣鸡脚，大家都爱的 ，OK。大家的香辣鸡脚，大家的最爱。我告诉你，每个
加那几家都是加十加十加五加五代酒的那些。是 ，OK， 喝酒一定要配的香辣鸡脚 ，OK， 如果有喝啤酒的话，一定要配的 ，OK， 香辣鸡脚一包呢是二十块的 ，sorry， 一盒20块，要的朋友们打上 B20 啊，扣是 B20，OK， 扣是 B20， 啊，四个酱是什么酱？刚刚进来可以，等一下我跟你讲哈，然后介绍给你哈。来，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芋泥 ，OK， 香滑芋泥。芋泥的话呢是30块一盒，要的朋友们打上 D30 加上你们要的数量哈。来，我们的爆品，我们爆品没有盒子，没有盒子啊，没有，sorry 啊。这个是药材，你拿住我给他们看。OK， 这是药材土鸡汤，药材土鸡汤，因为盒子真的完了。猪肚啊？ Okay, 啊不，猪肚鸡汤 ，sorry， 猪肚鸡汤 ，OK。然后盒子没有盒子的，我们给你们是给你们这个，因为剩下最后一个盒子在我手上，盒子是拿来做 sample。那我们盒子已经换了，设计了 ，OK， 等新的设计了，期待新的盒子啊 ，OK， 来，这个没有盒子一样好喝的，不介意才下单的哈，不介意这个猪肚鸡汤没有盒子的话，那你们才下单 ，OK， 一包是35块，喝过朋友们都知道非常好喝了哈。要的朋友们打上 F35 加上你们要数量 ，OK， F35 加上你们要数量哈，来，好，来，你们还要买什么东西还没有打上来啊？还没有，来，还有药材土鸡汤 ，OK， 药材土鸡汤 ，OK， 药材土鸡汤也是一样，35块一包，要的朋友们打上135加上你们要数量就可以了。胡椒土啊，猪肚鸡汤呢，它就会比较辣一点，药材土鸡汤它会比较清淡一点，小朋友可以喝的啊，这个小朋友可以喝 ，OK。猪肚鸡汤它就比较辣比较浓，这个就比较清比较香 ，OK， 小孩子都喜欢喝的。这个啊，我告诉你，不喜欢喝药材的汤的朋友们都会爱上的。对。啊，都会爱上。对了 ，OK， 来，这个是135嘛，135，好。还有什么？你们没有，我们没拿出来，你们要下单的，你们也是可以找助理。OK， 如果还有什么你们要下单，可是我们今天没有介绍到的话呢？20+2是什么？你们可以打，找助理。乖笨，你写错了。你25是什么东西？三十哦，可能他没有打上那个困难。你要打上困难笨。35是什么？药材土鸡汤还是猪肚鸡汤 ？OK， 刚才再介绍多一次那四个酱料。来，我们再重复多一次四个酱料有什么？四个酱料的各是什么？P90 啊。直接四个酱料带走的话是 P90 这个。P90 有什么？有这个万能酱一罐，咖喱酱一罐，还有就是这个娘惹酱，跟阿萨酱一罐。阿萨玛莎酱。对，阿萨玛莎酱。来，要整个 package 的话呢是90块的 ，OK， 90块啊，四个酱料90块，要的朋友们打上 P90 加上你们的数量，可以单买的，是要给你们单买的款啊。来，然后呢，食谱这边有 ，OK， 食谱这边有。食谱都在这边。QR code， 你们 scan 我们都会告诉你们 ，OK。scan 了过有 video 教学。都有教学 ，OK。这都有教学。对。Alicia 讲说，佛跳墙一流好吃，哦、谢谢。谢谢。OK。现在单买的话呢， okay. 你们可以下面有空，你们可以打开啦。然后啊、刚才讲有一个找到了他 F25。然后如果看不到关键字在哪里，我们有并在下面的。对对对，拉萨酱如果单买的话呢，一罐是20块的 ，L20 是这个拉萨酱的困难 L20。再来呢，咖喱酱如果单买的话呢，一罐是25块的 K25 啊，困难不是 K25 ，OK K25 加上你们要数量啦 ，OK 万能酱单买的话呢是25块一罐 ，M25 是和困 M25 啊。再来牛轧酱 ，OK， 牛轧酱是一罐20块的 ，OK， 20块而已啊，要的话打上 N20 加你们要数量 ，OK， 大家都明白哈 ，OK， 明白哈。有成功下到单的就会得到我们的 link， OK， 有成功下到单的朋友们都会收到我们的 link 哈。好。哇，很好吃啊。哇 ，OK， 来。好。反正时光过得真是快，又是时候说拜拜，拜拜。我孩子要进来了。拜拜，我们下次见。拜拜，杨拜拜，杨拜拜，我们下次见。拜拜，我们下次见。看镜头，看镜头。拜拜。谢谢观看哦。谢谢观看哦。拜拜，晚安。啊，还有。
来不及看重播的朋友们呢，你们也是可以继续打上来哈，在这个直播的评论那边。要下单的朋友们，或者是看重播的朋友们，要记得，你们要下单的话可以继续打上扣上来。OK， 如果不会的话呢，你们可以 inbox 找助理。OK 哈，拜拜，再见喽。